嘟嘟的毛发养护，狗狗的毛发代表它的形象，而毛质的好坏和营养状况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一定要吃好，保证主食有足够的营养。我给嘟嘟安排的这款领先全价全粮，添加了深海鱼油、牛油果精华，都是对毛发生长非常好的营养成分，看得见的牛肝丁和海藻植物精华，可以更加有效防止嘟嘟你的毛发干燥哦。知道厉害了吧，这就给你吃了，好吃吧，又光盘了。吃了一段时间下来，明显毛更加亮泽了，而且毛发蓬松柔顺发亮，好像刚做完 SPA 一样。嘟嘟你这发量呀，我都羡慕啦。